布莱尼和克里斯蒂娜的不和这么多年来已经是公开的秘密，两人从少女时代一直斗到大妈时代，不过在媒体面前两人都没有撕破脸。不过布莱尼近日在社交媒体上突然暗讽克里斯蒂娜身材臃肿，这一举动不但让两人双向取关，而且还引发双方粉丝互撕。原来布兰妮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心血来潮地指出，克里斯蒂娜因为身材太胖，演出的时候需要找更胖的伴舞才能显瘦。不过她本人的原意可能不是想向克里斯蒂娜挑衅，但的确让躺着重担的克里斯蒂娜很抓狂。布兰妮还发了一张图，上面写道：“我发现让你看起来瘦的唯一方法就是找一个比你还胖的人一起。”她还说：“如果我有克里斯蒂娜的同款伴舞，我看起来也会非常瘦。”不过事后布兰妮又出来解释说自己只是口无遮拦，自己并无恶意。很多人误以为自己对克里斯蒂娜进行了身材侮辱，其实自己并非那个意思。他强调自己曾经去看了一次克里斯蒂娜的演唱会，然后注意到克里斯蒂娜在挑选伴舞的时候真的很有心机，所以看了她的秀后，布莱尼表示自己学到了，也受到了启发。他同时还不忘夸赞克里斯蒂娜是一位非常美丽非常有力量的女星，并且郑重表示自己永远不会用这种下三滥的低级言语去羞辱任何人，因为他自己曾经就是语言暴力的受害者。布兰妮还坦言自己的家人都知道他对于自己的身材其实超没有自信，所以他只是想表达对自己身材管理的焦虑。如果影射到克里斯蒂娜完全是有口无心，对于此事你怎么看？这里是胶囊电影台，关注我聊聊明星八卦事。